我咧就喺推特度收集到一啲資料啊片段啦，係關於今次二巴事件嘅。咁啊，就我亦都唔做評論啦，咁啊就只係將呢啲咁嘅事件咧喺後面咧俾大家睇一睇。咁啊就亦都唔做翻譯啦，咁啊簡簡單單啦。咁因為其實上啊睇到呢啲嘅影片嘅心情咧就係非常之唔好嘅。君爷做事理太差，不该调戏我们好人家，好人家待人家不该写茶海棠花，扭扭捏多俊雅，风流就在这朵海棠花，海棠花来海棠花，倒霉君爷是潇洒，我这里想花啪啪扔在地下，从今后不带这朵海棠。儿隆咚隆咚里儿隆儿里儿隆，君爷做事理太差，不该跳。